大家就是遵守那个三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大家这样，然后最后我们再请议员再给我们一些指教。那接下来是编号、哦。对，我再回应一下，刚才其实是的，我们的档案会上网，我们对我们的出席规划的不负责任，也许李跟向的名字报错、标错、道歉，可是同事们是认真的，他们想做好事情，跟各位想要有一个好环境一样，我们也许低估了这个量体，也许真的这个量体对这个环境的不好的影响，就像我说的，刚开始，真的刚开始，谢谢。好的，王根福先生。哎，我是那个卫生局退休人员，回去可以查。就是说，为什么要保六户？为什么要保留一户呢？那保留六户有什么意义呢？看不出有什么文化历史价值啊。那新义那个 A101对面那个保留户，你去看看，那里面都是老鼠。很奇怪，那有什么好保留的？我想不通，为什么要保留那个呢？是不是？拿来社会局拿来用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的，庇护工厂、庇护商场什么都可以嘛，看不出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啊。新义计划对面那个新义眷村，你去看看那个地方都是老鼠啊。又保留那么奇怪，为什么有这个意见出来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我都不认识啊，所以我讲他们拍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保留呢？对啊，我现在动工的时候快一点，不要那么拖了，我们已经拖了六七年了，现在我们都快死掉了，都看不到了，对不对？对不对？还那个博德公司啊，博德公司什么公司各位不知道啊，所以我可以告诉跟你啊，他是跟那个富邦文化一起去争那个文化松烟园区那个手牙疼的一个那个一个单位，那是空头公司啊，没有地址啊，没有地址。我说我要去你们公司，他说他没有地址，他要留我电话，我说不要，我要去公司。他没有公司啊，那是手牙疼的公司嘛，怎么这样子呢？他今天烂，我们这都吃亏了，已经拖了六七年，就是这个博德公司了，拿了几棵树在那里唱戏啊。哎，博德公司就是这样公司，跟那个富邦文邦就那个松叶园区哦，对不对？当然柯P他在那里，现在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四年以后的压力了，对不对？各位不能说想，各位讲的都是理想化的东西啊，我们要站在市政府立场，他们有选票的压力啊，对不对？你怎么说我要做合同，做湿地公园？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嘛、啊？对不对？还有捷运局哈、哦，我今天早上我去开会，捷运局呢，我去开会，他呢就是说，反对人都是那个连开出的那几户嘛。我希望说，在车站大概300公尺范围以内，啊、哦，大家来投票，不能说你连开住要拆的房子那几个人来拒绝。所以这捷运局的问题不是，不能说连看看那个几个区问题啊。报告完毕。好，谢谢。